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啊，今天继续讲授啊，一块儿学习菩萨戒。我们讲菩萨戒是这个也是缘起为这个研习班网络班啊来讲。那么实际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它是这个无论受没有有没有受过菩萨戒来听闻学习都是可以啊，只是说没有受菩萨戒呢不能够参加集体的诵戒啊，不能参加诵戒，所以只要是正心学习都是没有问题啊。我们再一起来学第十五条啊，辟教戒啊，辟教就是偏离正教啊，辟教。若佛子自佛弟子及外道恶人六亲一切善知识，应一一教受持大乘经律，应教解义理，始发菩提心，始发趣心，始长养心，始金刚心，于三十心中一一解其次第法用，而菩萨以恶心嗔心横教二乘声闻经律外道邪见论等犯轻垢罪。先看这段经文啊，辟教戒啊，就这个作为佛子呢，他来教有来求法的啊，乃至教授一切众生的时候呢啊，他所教授的啊不如法。先对这个经文的文句梳理一下啊，就是菩萨对一切来求法者啊，皆当授予大乘经律，先教解义啊，再劝发心，而菩萨却以恶心嗔心，无论对方是否信受大乘，一概教授二乘法乃至外道邪见，因此菩萨犯轻垢罪啊。基本的整体文句的义理啊，再分别解释啊，自佛弟子啊，佛弟子主要单指内众啊，受三皈依者，这是佛弟子。外道恶人呢，单指外众啊，就是没有受三皈依的，这指外道恶人。六亲是指通内众外众啊，指亲属。一切善知识啊，善知识这里就指啊，这个交友往还呢，素相亲善，这个朋友一类啊，就是善知识。应教解义理，始发菩提心啊，所以要想让他发心呢，首先把菩萨这个义理，菩萨法的这个义理先教导给他，让他教解义之后才能够发心。如果不理解这个经法的义理含义他就很难发心这个即使发心也是盲修瞎练啊。这个三十心，刚才这里面我们经文讲，在三十心中啊，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啊，这是三十心啊，这是在菩萨道修行的这个路途啊，它有这个这个要经过这么多次第啊。十发趣，十长养，十金刚，相当于别教里面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啊，这三个次第，这个都是各有十个位次啊。那么对于菩萨而言，他应该把这个三十个位次都一一明了啊，对每一个位次的这个法相利用都应该明了，才能够去教导众生啊，始发菩提心。所以这是三十心啊。那么就有问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教授别人大乘法都要把这个三十心都要讲说
这个让别人明了，我自己都不是很明白啊，怎么给别人讲说呢？啊，这个呢，主要是指这是列举大乘通途修行的一个道路啊的这个法门呢，它是无量无边，乃至八万四千啊，所以说呢，各个法门都有它的这个修学次第啊，所以说这也不是这个必须要讲这个三世心的这个法啊，这是举例而言啊，大乘的一切通途举例而言。这个表明你不论是修学什么法，教授众生什么法，首先你要对这个法的这个理呀，每一个法门的这个教理要比较明了，你才能够教授给他啊。恶心嗔心啊，恶心呢，主要是心中呢对众生怀有不满的情绪，乃至嫉妒他啊，不希望他超过自己。于是呢，他来求法的时候呢，就不想这个教他大乘法啊，把他小法小乘法乃至外道法这个教给他。这样呢，就是心呢想损恼他、损害他啊，不想成就他，这是恶心啊。希望众生入于偏邪，这是恶心啊。嗔心呢就是刚才说嫌弃心呢，这个乃至嫉妒心呢这都是嗔心。恒，这个恒者恒叫他二乘外道经律啊，所以说恒呢，也就不顺他的根基，这就恒啊，不顺他的根基，也不顺这个法的这个要义啊，不论对方是什么根基，只要来了，这都要以这个都会以这个恶心来教授他二乘法乃至外道法啊，这是恒的这个含义啊，这不是说这个根据众生的病因病与药啊，这不是对机而说啊。如果说是这个众生他确实是信受不了大乘法啊，那么我们给他讲二乘法乃至人天法啊，乃至现一些这个特别的一些外道啊，那也是因病与药那不犯啊，确实是慈悲心啊，顺众生之根基。如果是恶心啊，不管他是什么根基，都是教他二乘外道法，那就犯了啊。二乘声闻经律外道邪见论等这个二乘法呢，虽然能够解脱生死，但是呢只是解脱了分段生死，不能究竟成佛只住化成，所以不圆满啊。外道法那更是邪见邪见入心这个非但不能解脱生死，还会因此堕落三途啊。包括世间的世间善法，世间善法呢，它是小善，能获得小的安乐、小利益，但是如果只是修持这些法，还是不能够出离生死啊。这是要根据众生的根基啊来因病与药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观察众生根基是大乘是小乘这样才能够不会错失大道。那当然恶心嗔心但还好分辨不是乃是我是慈悲心，但是呢我分辨不清楚众生的根基我如何去分辨众生根基不会这个该与给大乘的讲成了小乘，讲成了人天法这样就是耽误了众生如何判别根基，才不至于有这种误导的这种罪过我们从这个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判别标准判别标准方面这个以什么来判别它是这个大小乘的这种根基我们说第一，佛法呢它是唯信能入法，佛法大海信心能入你要是具足信心那就是这个入佛法的这种基本的前提不信免谈所以说首先是信心是第一个要素这是这个第一个要素。第二，再看五乘的这个因缘这个对于菩提大道成佛果这个大道而言呢，本来是一乘大道就是一个大道，那乘着一辆大车就能够从凡夫地直达成佛的佛果宝所。但是众生根基这个千差万别
不得已，那佛呢就全且开展开五乘啊，五辆五种大车啊，展开五乘，这都是诱接众生的一个方便道，最终呢都是要导归啊大乘道啊，导归最终成佛。而且这个五乘法呀，这个从最低的人乘、天乘啊、声闻乘、缘觉乘，直到这个菩萨乘啊、大乘，这个五乘法是各自都具有各自的一个修学体系，都是从凡夫地啊到佛地啊，乃至大乘法也是从薄地凡夫、烦恼具足的薄地凡夫开始修起啊，直至成佛。那么只不过他们的修行深浅境界不同，人称呢最终就成做成一个好人而已啊，乃至来生以此因缘感召还转生成人而已啊。天称呢这个由欲界天啊修五戒十善，最终呢来生能够转生到天道啊，这个欲界的天道啊，这个六欲天啊。当然天道呢还有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他也是修相应的色界、无色界定，他能感到天道的这个法、这个果报，这都是天乘啊。声闻乘啊成阿罗汉，缘觉乘成辟支佛啊，最后菩萨乘啊这个成就佛果啊。这是五乘啊，各自都有独立的修学体系啊，这个他是不是说这个五乘相加啊才可以成就啊。所以菩萨乘自然就包含了前面这个声闻缘觉乃至人天乘的所有的这种修学次第功德，全包的啊，不是这五乘相加才能圆满，各自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五乘的一个因缘啊。对于五乘法的这个根性判别啊，其实五乘法门啊，这个五辆大车、五乘法门在你的跟前，如果你信受大乘，那说明你宿世曾经种植了大乘的这个善种，曾经在诸佛那里发菩提心、修菩萨道，那你就是大乘的根性。你信受大乘，你就是大乘的根性啊。如果不信大乘，你信缘觉乘，乃至不信缘觉乘，信声闻乘啊，那你就是声闻缘觉的根性。如果声闻缘觉这些出世法都不信受，只相信人天乘，那你就是人天乘的这种根性。这就是以信心来判断判定它是哪一乘的这种根性。那么第四方面呢，从施教次第方面来说，那菩萨界的这个精神呢还是先给予众生以大乘道，先给大众生这个大乘道啊，实在这个给大乘道习大乘法实在不行，不能信受，你不相信，那我再给你以二乘道啊，缘觉声闻乘声闻缘觉不能信受，我再给你讲天乘乃至人乘，这都是不得已才给众生授予小法。那这是菩萨界的一个精神，施教的一个精神啊，不是说一概从下面讲起啊，不管你信不信大乘，我先给你讲儒家文化啊，这是施教次第啊，有悖于菩萨精神。第五方面呢，就是大教殊胜啊，这个有人说呢，这个设教虽然如此，但是我先学习小乘法，那乃至人天法，培植根基啊，根基打牢了，我再修大乘法，不也是很好吗？啊，这个说的倒是挺，好像是很有道理。不知道什么呢？这个对于打基础而言，啊，在大乘门当中啊，你就是有一念的信心，你对大乘法有升起一念的信心，这种功德它都超越啊修二乘法、人天法、百千万亿劫所修行的功德，就一念的信心啊，都是有增大功德。何况你在大乘法当中还能发菩提愿，乃至修种种的啊法门，那功德更是无量无边啊！随有一行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每一念的修行都是最胜的。对于修行大乘法而言，你在大乘法当中每一念的修行都是最殊胜的这个基础啊，就好像你是以金刚地啊为基础
你记住个金刚呢，即使是很少量的啊，但是金刚是非常坚固的啊。这个少量金刚，它又能够承载，可以建起100层的高楼来啊。它就是虽然少，即使少，它也能够承载100层之高楼。如果你是以小乘、小教这些功德啊为来打基础啊，那你即使是这个修学的很多。就好像是拿很多这个水泥砖啊，来做基础一样啊。水泥砖弄堆得再多，它也顶多建个2-3层小楼。所以这个我们往往看量看得很多，不知道它都是水泥渣子而已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并不殊胜，功德不殊胜啊。第六方面呢。做一个辨析，有人说呢，这个菩提大道啊，还是应该先学习人乘的法这个比如说儒家文化，这个《弟子规》这些啊，成就做人法之后，然后再修天乘十善乃至色界禅定，天乘成就之后再修声闻缘觉，乃至再修大乘，应该是这样去修行，好像一步一个台阶呀。这个像登楼梯一样次第向上先乘第一号车，那第一号车到达目的地之后，再转乘第二号车，二号车开动到达目的地，再转乘3号车，次第转乘第5号大乘车这是这种见解应该知道这个见解呢，还是一个比较。这个邪见呢，比较有恶性影响的邪见首先，他就把大乘道、大乘法给灭了。怎么灭了呢？他是在大乘法的这个门前呢，施设了一个门槛。你不把小乘法修好，乃至你不是修小乘法，乃至你是不把人法、人道的法修好，你就不能进大乘。你就不能来修学，没有资格来修学大乘。那你好，那你一辈子去修行这个儒家文化，你一辈子修行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小法呀，你就一辈子去修行，他也很难成功你一辈子修行也都达不了颜回的那个境界所以你就耗了一生的时间去修这个儒家文化然后最终也没有机会。你修完儒家文化，你就是够了一个做人的资格。然后呢，你还要修做天的资格呢。做天的资格，你到欲界天可能还好说一些。你到色界天呢，你不修色界禅定，你到达不了色界天呢。色界天修完了，还有欲界，还有这无色界天呢。无色界天完之后，你还有这个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四个果位所以说，你就这个永远没有时间来修大乘法了。所以说，最终就导致，如果按这个见解下去，最终导致大家都别修大乘法了，这就把大乘法给灭了，那么，而此如果照这个说法的话，那大乘法只能向这个辟支佛、阿罗汉乃至阿罗汉去宣说，人间就不用说大乘法了。所以说，这些祖师那都不必在我们中国来弘扬大乘法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徒耗精神呢，坏乱我们众生修学的次第了嘛，这就是如果按这个说法的话，所以说不知道菩提大道的这个施设呀，是5辆大车都横在我们面前，你素世的大乘善根成熟，你就信大乘，你就直接坐大车，一下直达宝所。不信大乘，你素世2乘的根性成熟、善根成熟，你就直接来坐声闻缘觉的这2辆小车，然后也到达化成，乃至这出世3辆车都不相信，你就相信做个好人、做个善人，那你就修学儒家文化，做个好人、善人，就是直接在你面前横向的选择，不是纵向的排列，就像我们菩萨戒律也是要求这个一切众生但解法师语，你只要能听懂法师的语言，都能来此受这个菩萨大戒，都可以来修这个菩萨大道，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一受这个
菩萨大戒，即入了佛的位次，就如同皇帝的太子一般，就马上就超越了群臣的这个地位权势啊。所以说这个菩萨大戒的殊胜啊，你不要总是拿这个我会骑自行车啊，这个我骑自行车水平多高，我多么有力量和坐飞机来比啊，这是不能比拟的啊。就像你要到达太阳啊那里去，到太阳那里去，你骑着自行车，开着摩托车，开着宝马车，你使劲跑，哎，好像是很有功效啊，跑了很远，好像越跑可能越离太阳越近，但是实际上根本到达不了。你只有乘上这个飞行器啊，某种特殊的飞行器，直接到达太阳的宝座啊。所以对这个道理应该明了。那么对于菩萨而言呢，如果智力有余，那在为了众生的缘故，在修行大乘法之余，可以兼带的去修学，少分的时间修学这个二乘法、外道法乃至人天法，这为了度众生的因缘，这还是智力有余的菩萨啊。同时呢，对于菩萨而言，如果修学二乘的律藏，这是肯定是可以的啊。就比如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这个菩萨都是应该修的啊，律藏可以啊。性遮轻重，如果教给众生呢修外道啊，这个是有性罪有遮罪；如果教众生修二乘法，没有性罪，只有遮罪啊。恶心嗔心啊，这是属于嗔恼心，如果恶心嗔心去教众生呢，那就是犯染污犯重垢罪。如果是没有，不是恶心嗔心，只是说心愚痴不知众生根基啊，无根无知根的智慧，非染污犯，犯轻垢罪。那么问了，那我智力不足啊，这个不是说故意为恶，不是说恶心伤害众生，是我这个智力不足的缘故，那为什么也会犯呢？啊，这里要分辨一下。如果你是谨慎的观察众生的根基，乃至从大到小乘这种次第的去引导众生啊，但是呢由于智力不足啊，这个判断失误，这个还是不犯罪。那么如果说没有观察众生根基的这个智慧啊又不知道施教的这个次第啊，就是自以为是啊，这个只是教给众生二乘外道法啊，这就属于武断了啊，武断这个愚痴，所以说犯轻垢罪。所以对大乘对七众的差别呢，也是这个菩萨七众都是同治这个罪啊，大小乘有所不同，同的呢是同不得已教以这个不论大乘还是小乘的这个行人，都不能教给众生这个外道法啊。对于小乘而言呢，他教给众生小乘法是不犯罪啊。如果开源呢，如果说是随众生的根基啊，来教给众生二乘乃至外道法，这个也是可以开源啊。所以说如以外道法来教给众生，教导众生得邪见的这种果报，以小乘法来教导众生呢，就障碍众生的大菩提道啊，这是果报。这是教导众生啊，这个以这个不以大乘法来教导，恒以不减众生的根基，不论众生是什么根基，只是以二乘乃至外道乃至人天法来教导众生，这个是第十五条戒啊。第十六条戒是唯利道说啊，这个倒是和第十五戒有点差别啊。若佛子应好心先学大乘威仪经律，广开解义位，见后心学菩萨有从百里千里来求大乘经律，应如法为说一切苦恨，若烧身烧臂烧指，若不烧身臂指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乃至恶虎狼狮子一切恶鬼，悉应舍身肉手足而供养之，然后一一次第为说正法，使心开意解。而菩萨为利养故，应答不答，道说经律文字，
无前无后谤三宝说者，犯轻垢罪。啊，先看这段第十六条戒啊，唯利道说。这条戒和前面戒呢相比较呢，前面那条戒是指啊舍弃大乘，专为众生讲二乘啊乃至外道啊，这是前面那条戒。这条戒呢是虽然为众生讲大乘法，但是呢这个要么就是为了利益不说啊，要么就是失次第啊乱说啊，这是两个戒的区别。这都是讲法方面的这个罪过啊。基本的文义，我们来这段文字的文义来梳理一下啊。这段文字的文义呢，还是这个比较整体的不太好懂啊。梳理一下，菩萨呢应当以好心先学大乘的威仪经律啊，并通达法义。见到有从远方来的新学菩萨，应当当先为他如法宣说一切苦恨，以增广其心智，坚固其誓愿。推而及之，比如对上要烧身壁纸供养诸佛，对下要舍身肉肘手足供养恶鬼虎狼等啊。说苦恨之后，再为新学菩萨一一次第开解正法，令其心开一结。反之，若菩萨为利养的缘故，应答不答，乃至道说经律文字，前后失次，则是谤三宝之行，犯轻垢罪。啊，文义是这样一个文义。也说这个菩萨呢，这个对于自己而言，他应该受戒之后先学大乘的威仪经律啊，这是他先学大乘威仪经律，而不是先学小乘法人天法啊，这是他个修学次第。修学之后呢，他懂法之后，见有人从百里千里来求法的，那也是先给他说苦恨，烧身壁纸供养诸佛乃至恶虎狼狮子舍身肉手足啊，说苦恨的目的就是先坚固他道心，增广他的这个心智啊。说苦恨之后啊，那心学菩萨有这种坚固的道心升起来，然后再为他开一一从义理上开解法义啊。这时候呢，这个由于道心增广坚固啊，这个以此为基础呢，再开解法义，他就能够心开意解啊。这是菩萨自行化他的一个基本的规则啊。如果菩萨这个为了利养的缘故，那别人来求法应该回答，但是不回答啊，实在逼急了想回答那也是倒着说啊。你倒着说，那成欧阳锋倒着练什么九阴真经，念什么法啊。核心的戒义啊，前人来请法，菩萨不得为利养故应答不答，乃至失次乱答，否则犯轻垢罪啊。把它核心摘出来啊，就是这样。好心，我们分别解释啊。这个佛子呢，应该好心先学大乘威仪经律。这个好心呢，就是指啊，这个常常说啊，这是上求下化之心，这是好心啊，不是为了名利之心，这就不是好心啊。所以说修学大乘经律是为了上求下化啊，而不是名利。先学啊，这个是自己先要学习大乘威仪经律啊，这个这是自利利他之本呢 啊自己如果不先学不懂的话，那无以教授他人啊。威仪经律啊，威仪是指所有的这个清戒啊，化导之规范，化导众生的这些规范，这是威仪法。经律啊，这个佛经乃至大乘的经律啊，这个进修啊大乘的门户。广开解义位啊，这是修学大乘经律一定要深入经藏啊，至广大而精微啊，这个不是说很粗浅的稍稍的学两句就可以了，不能得少为足好为人师啊。所以这是要深入经藏的去学习，
学好之后呢，在面对求法的众生呢，在如法为他讲解苦恨啊。所以说，首先如法为讲解苦恨，那所以说一切苦恨啊，要遵循法度啊。这些苦恨的建立是要有根据的，有经典依据的，不能自己随意建立苦恨啊，这个自己造作无意的苦恨，这都是啊不行。比如说我断食来修行啊，打饿七啊，这都是祖师的都是这个没有经典依据，都是这个无意的苦恨外道法。那这个人的禅师那个修行人那个师傅可厉害了，人家这个冬天这个光着脚走路啊，人家都不怕冷，可有修行了。啊，人一天到晚都不吃饭，一天到晚都哎这吃一点点啊，这都是无意的苦恨啊，乃至我不吃油不吃盐啊，或者说是我和大众共居的时候我不说话，一天到晚我止语，挂个止语的牌子，这都不是正法啊，都不是。当然你为了打佛七或精进修行的时候你不说话这是正常的，大众共住的时候啊，这个你不说话，这就是佛说这个雅扬外道啊，这都不是正法。所以这都是无意的苦恨外道之行，所以说苦恨还是要如法。同时呢，对这个如法的苦恨啊，也要对机因机施教啊，不能一概的高标啊。这个如果对机的施舍一些苦恨，这些苦恨还是能够这个有利于啊，属于助道因缘呢，有利于道业的这种增进啊。一味的高标，比如说树下坐啊，这个种间坐啊，不住房舍啊，只住在不住房子，我只是在树下啊来住宿，坐在树下，乃至我只是在坟地当中啊，这个静坐啊安住修行啊，这是苦恨啊。那你不这样修行的话啊，那你就不能成就啊，不能解脱，这就是有高标了啊。虽然提倡你如果根性啊这个比较好啊，然后呢报身也比较强，提倡你能够修这种头陀苦恨很好，但是它不是必须的啊，一个底线的要求啊，这个是众生根基不一啊，所以不能作为这种底线要求啊，所以说不能一味的高标苦恨。那同时呢也不能拒绝啊，否定全然盘否定苦恨，所以说是合适的苦恨还是能够助道的啊，就提倡安乐行啊，一点苦都不能受，这是自己好逸恶劳的心在作怪啊。所以说如法的一些苦恨还都是可以的，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又是如法的苦恨啊，都是可以做。乃至烧身壁纸供养诸佛，这是和众生呢同一悲仰来上求啊佛道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行为啊，舍身肉手足供养恶鬼虎狼，这是和诸佛呢同样的一个慈力来下化众生的一个极致的行为啊。先为他说这些苦恨，然后来增大他的心智啊，兼顾他的誓愿，然后再为他一一次第讲说正法啊，这是一个教授众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式啊，不能够颠倒说，不能够错谬说啊。为利养故啊，所以说这个能够他颠倒说啊，不按刚才我们所说那个讲法利益众生这个基本的规则，他颠倒说乃至这个隐没文句不说啊，这些呢他是如果是发的心是一种为了利养的缘故啊，为了利养呢，或者说是这个我不说，那你就要至诚请求，看着至诚心不足，我应该多供养一点呢啊，这是为了利养啊，乃至觉得得的利养这个太少了啊，心里这个不满啊，所以说呢，虽然讲说，但是我就是前后失次啊，前一句后一句啊，这个没不依次第啊，别人好像也听到了佛法了，但是得不到法义，这是失于次第，这都是恶心呢啊，恶心主要是为了利养的缘故啊。谤三宝啊，如果这样不是正法来教导别人，或者不说啊，或者说是这个前后失次颠倒说啊，这都是这个所说的就非法，所以说非法呢，然后又以正法的名义，所以说他就是谤法啊，
谤法呢，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比丘，就是啊谤僧、谤佛。我们来辨析一下啊，这个问，如果想回答，人来问大乘法，我也想回答，但是因为我智力不足啊，或者回答的时候呢啊，这个因为智力不足呢不能回答，或者因为辩才有限呢，所以说这个回答的前后失次啊，这个没有秩序啊，这个怎么办？回答呢关于学法和讲法，我们分两方面来回答。对于学法而言，如果菩萨有智有力，有这种智慧力啊，乃有这个经历啊，这个他是能够利益，菩萨有智慧力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受了菩萨戒之后，还是应该随分随律的要先学习大乘的经律啊，这是总体是要是有这个要求啊。如果是你确实是有经历能够去学习，但是由于懒惰啊，全然不学啊，或者说是不学的很少，那么这样呢不尽心尽力去学习，有这个精力不尽心尽力去学习呢，那还是犯轻过罪。那这是这条戒所兼制的啊。如果你精力智力乃至时间都有限啊，这个年龄也很大了啊，就好好念佛求生净土了，也没时间学这么多法了，这个自度都自度不暇呀啊，也没有时间去利益别人啊，这个倒可以开源，精力智力都有限啊，这是可以。这是对于学法而言啊。对于讲法而言呢，如果为了利养的缘故啊，这个利养不足啊，心怀嗔恼啊为了利养缘故，或者说是不答，故意不回答别人问法呢，我故意不回答，或者说呢故意是道乱的这种啊，这个道说经律，这样呢就犯重过罪。如果不是为了利养啊，那么只是说不懂装懂啊，同时呢又不知道对方的根性啊，自己不懂装懂，不知对方的这种根性，然后呢任情自知啊，随意乱说呀 啊这个不说好像不好，好像人家问我不说好像我不懂一样啊，总之要说一点呢啊就随便说啊，这样使讲法呢失于次第，他犯轻过罪啊。如果是慈悲心对待众生啊，谨慎的来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能说多少说多少啊，慈悲心去说，即使讲的不太对，讲的有点前后失次，也没有罪过啊。那一定要心怀谨慎，不能随意乱说。又有问啊，经常说这个，如果不烧身肉手足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那是不是就是出家必须得烧身烧臂烧指啊？这个里呢所说的是疾言，这个苦恨应该修啊，作为修道的一个助缘呢。供养诸佛应该如此尽心虔诚去供养，这是疾言其应当如此啊，是一个提倡啊。所以说这是以这个苦恨来增强我们的这个道心啊，倒不是说把这个作为一个出家比丘的一个底线要求啊，倒没有这个底线要求啊，随力发心啊即可。又有问啊，文句上说了啊，舍身肉手足之后，然后再一一为其开解法义，那这个怎么解释啊？所以这就是文句要梳理的这个原因啊。文句上说，舍身肉手足为饿虎狼狮子舍身肉手足，舍完身肉手足再给他讲啊，一一开解正法。我把身肉手足都舍出去了，好像再给他讲法，好像也很难讲了，好像要么就舍完就自己死掉了，要么就痛苦难忍了，没法给他讲啊。所以这里呢，不是连接这句文句啊，为他开解一一。开解就法义是和前面为其宣说苦恨，为求法者宣说苦恨，然后有什么苦恨什么苦恨，说完这个苦恨之后，然后再一一给这个求法的人一一开解法义啊，是和这个连接，不能搞错谬。性遮轻重，这也是遮业啊。首先是
不先学习大乘法啊，不学大乘法，受大乘戒不先学大乘法，这就是一个过失啊。这个有求法者不为正说大乘法，这又是一个过失啊。这两个过失，为了利养，那就是染污犯啊。这个没有知根的这个智慧随意宣说，非染污犯。染污犯相当于重垢，非染污犯相当于轻垢罪啊。开源，如果啊，这个知道它的根基啊，知道它的根基，所以说呢，这个对他有好处啊，不跟他说，或者说是为了这个断除他的邪命而呵斥苦恨啊，比如他所修的苦恨呢是毫无利益的，完全是一些外道的一些苦恨，所以说呢，菩萨为了呵止这些苦恨啊，跟他说苦恨无益啊，这个都是出于利益的心，都是可以。乃至他对方呢过于执着事相啊，菩萨为他高谈空性的道理啊，无修无证啊，无所得等等谈这些法，这个都是这个一些这个度众生的方便啊，都是可以开源。所以为了利益这个来为了利养的缘故，这个属于邪命所设，这属于邪命自火所设。为了利养缘故，乃至不回答，乃至是道乱的来回答这个法义，这都属于邪命啊。这个道说，把这个经律文字道说，这属于谤法了啊，属于谤法的等流罪啊。第十重戒谤法等流罪。第十七啊，事事乞求戒啊，这个仰仗着势力来乞求啊。现在若佛子自为饮食钱财利养名誉故，亲近国王王子大臣百官，视作行事其所打拍千碗，横取钱物，一切求利，名为恶求多求，教他人求，都无慈心无孝顺心者，犯轻垢罪啊。先看第十七条啊，这是第十七条呢，就是仰仗着势力来乞求啊财物啊。基本文义是这样，如果菩萨呢为了自己的名誉乃至利养啊，去亲近国王大臣等权贵，而且依靠这种势力强求行的到处求索收取，不顾一切一心求财，而且恶求多求，不但自己去求索，还派人求索，无有一点慈孝之心，如此菩萨犯轻垢罪啊。首先结交权贵，然后结交权贵之后呢，然后利用这种势力来进行一些强行的求索啊。核心含义啊，还是菩萨不得仗势求索求乞索要，这是核心啊。菩萨不得不仗着势力，不得仗势求乞索要，佛得犯轻垢罪啊。核心是这个含义。分别解释一下啊，这个自为饮食钱财，这个自为啊，首先他明白明说他是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三宝，那这是自为啊。为了饮食钱财乃至名誉，这是名这个确的说呢是不是为了道啊，是为了名利啊，不是为了道业。那视作形式，那就是依靠这个权贵的这个威势啊，依靠权贵的这个威势来为虎作伥啊就狐假虎威等等这种姿态。其所打拍千碗，这个其所呢是一种语言之求言语上的一个求索，这个其所打拍千碗属于行为上的这个求取用啊。打拍是提示的一个动作，千碗呢乃是取出的一个动作啊。横取钱物，横呢也是不顺于道，叫横啊，横取钱物啊，横取钱物，不顾一切这个唯财是求，只是求财，不顾一切要钱不要脸。恶求这个恶求恶求多求啊，恶求呢它是这个威逼所以说它不是善法
啊，就仗着这个势力啊，来有一种对对方有一种逼迫感啊，威逼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他是一种恶求，不是善求啊。你要不是仗势来求起，我只是说这个很谦卑的来对对方求起，那还属于这个善法啊，还不是恶法。如果是仗势来求起的话啊，那就属于恶求了。多求呢啊，也是求所无厌啊，就是多求。教他人求，那么教他人求呢，也教他人为我求啊，或者是派遣使者啊，这个写信一类，都是教他人求。性遮轻重啊，这个戒呢属于盗戒的等流罪啊，这个或者说是自己有本金来做投资啊，然后仗势呢来多索要回报啊，或者说是有这个势力的这种这个举荐信啊，推荐信啊，拿着推荐信呢来向别人化缘，那这都是仗势来这都属于这个戒的范畴啊。但和它和盗戒呢还不能完全构成盗戒啊，属于盗戒的等流罪。等流罪呢就是这个它的程度还没这么重，还不至于构成盗戒，但是也属于这一个范畴所涉啊。如果非分凌夺，自然就属于盗戒啊。如果逼迫别人就是不给不行啊，这个属于盗的范畴了。这还不算强势的逼迫啊。如果仗势求利，仗着这个势力来求这个利益，别人呢，对方如果不舍呢，不舍给呢，那心里就还害怕、担心啊，这个怕得罪了他，得罪不起，得罪他就得罪了某某权贵啊，这个以后不好这个给我小鞋穿啊，这个是或者是心有忌惮呢。或者说是呢，有八戒的，对方有八戒的念头，你向他求索，那他有八戒的这个念头啊，他和某某权贵关系比较好，那我给了他呢，那我就能把关系搞好啊。总之呢，这个一边吓唬一边诱骗啊，最终呢就能够达到这个求起的这个目的啊。但是呢，态度又是比较温和，不是强行的逼迫啊，所以说呢，偷盗的这种含义啊，这个稍微的弱了一些，他就没有。不属于偷盗啊，属于盗戒的等流罪、轻垢罪。总之，一切仗势、仰仗势力、非法求财呀、都属于此戒所涉啊。仰仗势力、非法求财啊，仗势就属于啊。比如说，你跟某某市长关系很好啊，这个市长关系好呢，这个某某这个政府建设部门呢进行招标啊，这个要搞某某工程建设呀。然后呢，你有这个市长的这个关系，你就向人要工程做啊。这个于是招标办呢，就是明着啊，这个招标啊，实质暗箱操作，最后把工程给了你了。这也是你仗着这个势力来求所得到了这个工程啊。这个呢，就属于仗势求起的这种范畴了啊。那么这个范畴呢，它属于盗戒的等流罪、轻垢罪。假如说你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呢，你要的钱倒是不少啊，偷工减料，那这就属于犯盗了，这不是等流罪了，这属于明确的犯盗了啊。比如说教育局局长是你亲戚啊，教育局局长是你亲戚，然后呢，你这个到这个教育局所管辖的某某学校啊，替你儿子找个工作啊。这个你说某某局长是我这个是吧亲大爷啊，跟人说啊，那肯定这个校长不敢拒绝啊，好好好，这个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啊。所以这也是仗势求起啊。举这两个例子呢，就能更容易理解这个仗势求起的这个含义啊。所以这个还是看这个程度，如果仗势来逼迫，仗着势力来逼迫人家，就是不愿意，但是你由这个强势来逼迫啊，获得财物，那、获得钱财，那这属于偷盗的范畴了啊。这个所以说看这个轻重程度。还有奸涉啊，奸制，戒本经上说，多欲不知足，贪着财物啊，是染污犯。如果欲望很多不知足啊，贪财
那这个属于啊这个重垢罪，也是这个戒所兼设的啊，此戒所设。也就是为了财物啊，这个贪财无厌呢，营求不已呀、啊，这个属于如果贪财无厌，那这也属于犯轻垢罪，啊，所以这个自己警觉检查自己啊，如果贪财无厌嘛，也犯轻垢罪。所以说，即使有些学佛了啊，也知道应该是重罚轻财啊，世间财物随缘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些偷心不死，即使现在年过半百了，还想这个努力拼搏一次啊，一定要这个多挣取点财富啊，希望富足啊，这就和少欲知足啊相违背，就是这属于贪财的心所致啊，贪财心还比较强啊，这个也是犯轻垢罪啊。还有这个戒所兼制什么呢？为了名利、亲近、权贵。啊，我们开章就开头就说这个为了名利啊，亲近国王啊、王子、大臣、百官，这属于为了名利去亲近权贵，这也是这条戒所兼制啊。所以说，你要是为了名利啊和权贵去这个结交，也是犯轻垢罪。所以自古至今呢，好结交权贵的那是人啊，这个好结交权贵，多数是为了名利。很少和权贵之间有这个什么志同道合的这种啊，这个比较少，多数是为了名利啊。所以说这个自古至今呢，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都如此，每个人都少都可能免不了这样，只不过有没有机会罢了啊。一旦有机会啊，乃至你现在来学佛了，来到寺院了，可能看到某某居士可能非常的富有，乃至非常有权势，乃至他家里什么某亲戚是某什么市长省长，你都可能想跟他搞好关系，啊，有这个心，那肯定都不是什么善心，都是名利之心，啊，人家是某某大公司的这个总经理，你心里想着，哎呀，跟他搞好关系，以后我儿子好去他们那上班，啊，这都是有这个心念啊。所以说，权贵这个显赫的时候呢，权势权贵显赫的时候呢，那必定是门庭若市。啊，失去无财无势的时候呢，那就门可罗雀。所以说，这都说明大家结交权贵啊，都有这个啊这个习惯啊。所以佛子呢常常观察自己的心啊，这个有没有见着权贵想攀缘结交的心啊？这个攀缘结交的时候看什么动机啊？所以不学习菩萨戒，我们也确实是很难观察到自己这种心念啊。这个仔细观察的，那可能也感觉的不太好，但是没有这个戒律这个明确来说，所以呢，也就是不好就不好吧，啊，结交就结交了。所以开元呢，如果为了三宝、为了病人、为了众生如法的营求，这个也是可以开元。不是为了自己啊。出家菩萨少欲知足，如法的去如法祈求，那么这属于正命。出家菩萨的正命，他就是叫这个受人供养的，所以说他就要起食，如法要起食，起四世供养，这出家菩萨啊。如果出家菩萨去做生意啊，出家菩萨去种粮食、种东西来卖啊，这个都属于属于不是正命，邪命自活，不是正命啊。如法祈求接受供养，这是出家菩萨的本分。在家菩萨呢，倒是没有祈求的这个事啊，但是为了众生、为了三宝呢，如法祈求也是可以。这是啊，一个事事祈求啊仗势来祈求的一个戒律。第十八是无解作诗戒。无解作诗，就自己没有这个不解法去为众生来作诗做示范。若佛子应学十二部经，诵戒者日日六时持菩萨戒，解其义理佛性之性，而菩萨不解于
不结一句一记及戒律因缘诈言能结者，即为自欺狂，亦欺狂他人。一一不结，一切法不知，而为他人作施受戒者，犯轻垢罪。啊，无解作施。啊，基本的文句是这样啊。作为菩萨而言呢，应该先学习十二部经，尤其是菩萨戒，应日夜六时读诵此戒，还要解其义理，以及其佛性之性的啊意义。如果菩萨对经律有些不解，却假装理解，便是自欺欺人了。若一切经律都不懂，反而还为别人作施受戒，那菩萨就犯了轻垢罪，啊，基本的含义是这样。也就是说，对菩萨而言呢，还是受了菩萨戒，需要先学习十二部经，学习大乘的经典，啊，尤其是先把菩萨戒学好，啊，日夜六时读诵这个菩萨戒。对菩萨戒要读诵熟练啊，不但读诵的要熟练，还要对菩萨戒的这个义理啊，尤其他佛性之性的这个义理要明了。如果对经律不解啊，那就是啊这个不懂装懂，那就是自欺欺人啊。如果说所有经律都不懂，还要为别人作诗来受戒，那就犯了啊这个贻误众生的啊重罪啊轻垢罪啊。无解作诗啊，也主要是一个这个心怀骄慢呢啊，好为人师的这种心。这个戒的核心戒义有两点。第一呢，就是菩萨得戒之后，应该先学习这个诸戒及相关的这个大乘经论。如果懒惰不学，那则犯轻垢罪。啊，如果说是这个因缘不具足，那如果身体有病或者年老体衰等等的啊，或可开缘啊。所以说，总之，菩萨得戒之后，应该先学习大乘的经律啊。这是如果不学呢，那犯轻垢罪。这是第一个含义。第二含义，若菩萨比丘自己尚不懂法啊，不具备作师的这个资格，然后呢，却为人作诗传授大戒，则犯轻垢罪。啊，这个尤其是指啊，这个菩萨比丘、出家菩萨，出家菩萨自己还不具备出家之后还不具备作诗的这个资格，那么就为人作诗受戒，犯轻垢罪。啊，这两者啊，核心的戒义是这两者啊。古代的这个法师啊，传这个大戒，传这个菩萨戒或者这个比丘戒啊，所以说传戒呢，他就是至于传比丘戒，那这比丘从你这儿受了这个沙弥从你这儿受了比丘戒，那你就是这个沙弥的这种比丘的得戒和尚啊。你传了戒之后，那沙弥比丘呢，新学比丘、新戒比丘就要随你来学习这个戒法。啊，所以说传戒和学戒它是一体的啊。那么现在呢，它也是时代到了现在呢，也就是慢慢的都分离了。啊，传戒是传戒，学戒是学戒，啊，这个不一定结合起来。所以说呢，而且现在这个末法众这个时代啊，这个众生的根基都是比较差啊，烦恼比较重啊。所以说想要完全具足这个作诗的这个资格，也是像律上所规定的这些资格也是很难。啊，所以呢，以义解的话啊，可以降低一点，但是也不能啊，这个啊，如果都要求这么高，可能现在就没有人可以作诗受戒了啊。以义解的话，比如说第一，如果为沙弥做剃度师，或者说是为比丘沙弥做医指师啊。起码是应当对出家戒律深入学习乃至比较通达并亲自能够躬行这些律法，有能力教授沙弥或者比丘否则那也是犯轻垢罪对出家菩萨而言，这是主要对出家菩萨而言，出家菩萨才有这个为人剃度乃至为人这个为出家人做医指师的这种资格
在家菩萨呢，他这个也有为在家菩萨做这个师父、做医指师的这个这个善生经上也有这种这个可以也可以做啊。所以为别人做剃度师乃至做这个沙弥比丘的医指师，那必须得自己要这个持律啊，而且对于律藏要比较通达，才能够去做啊。啊，否则呢也是无解作师。啊，或者是为别人传授比丘戒、菩萨戒啊，也应该自己持戒，并且比较通达戒律，啊，并且严格的去按照这个受戒的这个规范和仪轨去执行，啊，否则呢也会犯到这个轻过罪啊，自己不持戒，为别人传授戒律啊，自己不懂戒，为别人传授戒律，乃至传授戒律不依照法度啊，这个不。非常仔细这个严格的去遵守传戒的法度，也都是犯这种有罪过啊。那传戒呢，这出家菩萨所为，在家菩萨没有此事。前面15条16条戒都是贪嗔之心呢所作怪，牵吝正法，不说正法。那这条戒呢还正好是这个也是个时代众生所容易犯的，不是牵吝正法，而是好为人师，随便讲说啊，喜欢为人讲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即使不是为人剃度做医指师，即使不是为人受戒，那么也有第三种可能啊，那就是随意给别人讲法啊。这个呢，也是要这个仔细分别啊。如果随意讲说得少，自己呢所得很少。啊，这个一些以所得的这一些知见，以知为得，啊，知道了就以为自己得到了啊，还不同，以少为足，得少为足，心怀骄慢，好为人师，总觉得众生很可怜，就是感觉不到自己很惭愧啊，好为人师啊，所以这个呢，随意为别人讲法啊，滔滔不绝啊，这个误导众生。啊，这个自己对法呢没有深修实证，对经藏呢没有深入经藏、深入学习啊，很容易贻误众生。所以呢，还是要这个深入经藏啊，开解智慧，并且深修实证啊，待稍有所得之后，你再随缘去利导众生，还可以啊。如果还这个自己所行所修所学的很浅近。那还是要谨言慎行为好啊，这个否则呢也会有无解作师的这种轻垢罪啊。所以呢，不要随意劝导，好像自己很有慈悲心啊，不知道自己很没有惭愧心。分别解释啊，菩萨大士以传法度众生呢为正务，所以呢这个在受了戒之后应该学习十二部经，以为度众生的这个本钱资本啊。那么这个而戒经作为十二部经典当中呢，尤为菩萨大士的这个根本啊，所以说应该日夜六时呢读诵这个菩萨戒，要读得非常熟悉啊，不但读诵这个经文，还要对这个解其义理啊，佛性之性的这个义理啊，佛性之性的义理呢，就是我们这个菩萨戒呀，它的体性是以我们的自性清净的这个佛性为体性的，啊，虽然它以这个清净的体性佛性为体性，但是要这个体性的这个开发，要依仗我们持菩萨戒才能够来开发这个佛性，所以说这个就叫佛性啊之性啊，正得佛性的正因呢，佛性之性。啊，不解一句一记啊，这是举轻况重，连一句一记都不知道啊，然后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何况一切法都不知道呢？啊，是这个。所以凡夫智慧很短浅，这个很难一一通达，这倒是常事。但是你知之谓知之，不知就不知，那就可以了，不能不懂装懂。啊，你不没有这个水平，你就不要为人作师；有这个
然后呢，你没有这个水平，还要不懂装懂，人来问法，你还是出于面子啊、这个明文这个不为别人讲一讲呢，好像自己没水平啊，所以呢就随便为别人讲说，啊，乃至这个广烧徒众。所以一一戒律都不懂，然后一切佛法都不知啊，然后呢还要这个为别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都应该去向别人去学习啊，是何况还自己不知道还为别人作诗来受戒啊，这就犯了这种罪过。所以这也是遮业有两者，一个是受学之后，受了菩萨戒之后呢，受戒之后不学，这是一个罪过；第二呢，这个妄欲作诗又是一个罪过。所以这个比丘、比丘尼也犯这个。对于在家菩萨而言呢，倒是没有受戒的事，没有受戒作诗的事，但是也有作诗的这个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律戒律当中对于作诗这个条件资格呀，这个规定啊，戒律当中啊，这个在译书上说，大乘为师啊，必是出家菩萨。大乘法当中为师受戒一定是出家菩萨。出家菩萨要具足五种德行：第一持戒；第二要是这个十个蜡出家安居有十个安居，要十蜡；第三要解律藏，对律藏要通达解第四要通禅思这个要坐禅这个有禅定通禅思的这种水平；第五要会藏穷玄。要这个智慧之藏通达这个玄奥就幽微的理这是会藏穷玄。所以这是戒定慧具足这个是要求很高这是大乘译书上译书上所这个说的为师的资格五德。在第十经上也说了这个为师的资格必须呢戒德严明。首先戒德严明这就很难，善解三藏又戒德严明善解三藏，这是解行并进，方可发彼敬心，这样呢才能够启发对方得戒的人呢他的恭敬之心所以说如否则的得罪不尔得罪也，这样就如果不这样的话，没有这个水平去作诗，那就得罪过四分律上也说，无法不成就不得受人具足戒，有个五个法不能成就，不能为别人受具足戒不得与人做一指师有五法不得续沙弥第一就是戒第二就是定，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属于五分法身了，要这个 五种功德具足，才能够为人受具足戒，为人做一指师，续沙弥，这都是条件相当高都不是末法凡夫所能够做到的。所以呢这个律中呢虽然对作诗的这个资格要求很高所以也是名师出高徒真正的这个有这个水平才能的利益众生不至于误导众生如果自己水平很稀松便急于传法度人呢那弟子所得的就更稀松，师父水平稀松，弟子就更得的就更稀松一代不如一代慢慢的越来越浮浅这个佛法就毁灭的就很快了就快毁灭差不多了所以呢对于为师的这个资格要求高，这是应该是这个是应该是很高的，应该是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每个菩萨而言，迎学这个受戒之后呢，还是应该安心修学，耐心的长养自己的道业在资格有所成就的时候呢，在教授弟子呢也不晚切不可急于呢来为别人做示范传授，这个为别人讲解，耽搁了自己的修行，也很容易误导众生。即使无末法时期这个众生的这种根基很劣弱，烦恼很深重，业障很重不能够成就经典所说的那些这个为师的那种功德资格
也应该要深修实证的这种这个深入经藏去这个后厚积薄发，一定要这样去做因缘成熟的也是龙天推出，再为众生随缘讲授，这个是比较好不要急于，感觉好像自己慈悲心很重啊，急于为别人讲法呀。这个好像是很有大乘的菩提心呢，实际上都是一些得少为足、好为人师的一个信念。再说，即使是有悲心也是应该悲智双运这才是正道只有悲没智慧误导众生你也不能拿众生这个做实验呢这个都是不是慈悲心了所以感慨末法这个时弊所以传法度众生，乃是真正的报佛恩，所以说呢，这条戒不是禁止给别人作诗，主要不是禁止给别人作诗，而是禁止只是责别人，只是责无解作诗而已，只是责其无解呀，你没有佛法这个深解，然后就为别人作诗，责这儿而已在末法时期呢，确实是感慨。好戒律的，好律者少，好师者多。那好要戒律的是比较少，好为人师的是这个这样的比较多。一周讲一堂菩萨戒都懒得来听，很少有好要戒律的，还比较少所以身居师范之位，却不按出家本法自己身居这个师范的这个位次，对出家的本法可能还不了解虽然不了解呢，却广泛的收取徒众这个充门面收了徒众却不知道怎么教授或者说是自己忙得不开交这个也没有教授徒众的这个时间，随其自生自灭这个只是让徒弟干干活而已这个所以说自生自灭呢，那就是善根深厚，而自己自学通过就能够成就僧才极少这样很少这个盲无所知，最后在佛门当中混饭三界的这个呢就很多混迹佛门，所以说呢，这就很容易造就众多的狮子身中虫毁灭佛法，这种罪过很重。所以呢，对于自己而言呢，还是要深入的去修学这个才能够这个为别人传授佛法。开遮，那么作为为白衣来受五戒乃至六斋日受八关斋戒，这个都是没有关系无论你这个水平怎么样但是呢，也应该知道五戒八戒的这个基本的戒义，这是要知道的。对于八戒法呢，这个如果没有比丘、比丘尼，那么室迦摩罗、沙弥、沙弥尼也可以来传授。对于五戒法，如果说这个没有出家五众来传授五戒法。在家二众来为居士传五戒法也可以，那在没有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所以在佛藏经上云：“身为正法而在高坐身不知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堕地狱。”如果自己呢，这个还没有证得这个法而登高坐为别人讲法，自身呢还不知道法，就随意去教授徒众。这是地狱的果报，所以莲池大师他也是这个终身以学人自居不为别人作诗，不以师范为不以不为人作诗终身以学人自居这都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谦德在在菩萨善戒经上说旃陀罗徒儿不必定堕地狱以不坏正法故。为师须避恶弟子而不能教授者，必生恶道。所以说，你是徒儿、旃陀罗、杀猪的、杀众、杀生的这些职业的这些人，他不是一定要堕地狱。但是你要是作诗，为人作诗不能够教授徒众这个是一定会升到恶道去因为这个旃陀罗徒儿，他虽然说这个伤害众生，但他不一定会破坏正法但是为师不能教授弟子，他就会广造狮子身中虫，破坏正法。这是无解作诗。
所以倒不是说我们不能作诗，而是一定要有解，无解作诗那就犯轻过罪啊。第十九是两舌戒，若佛子以恶心故，见持戒比丘手捉香炉，行菩萨横，而斗垢两头，谤欺前人，无恶不造者，犯轻垢罪。看这一条，两舌挑拨离间啊，这个口业啊，容易犯，也常犯啊。顺文，若佛子见菩萨行种种善法啊，却心生两舌恶念，向其道友宣说此菩萨的罪过，乃至进行诽谤、挑拨离间、破坏和合，可谓无恶不造。如此，佛子便犯了轻垢罪。也是菩萨，你作为菩萨而言呢，见其他的菩萨在行善法，行善法之后呢，你心里不生欢喜心，这个心生嫉妒心，然后呢，想破坏他和其他道友之间的这种和合关系。然后就生了这种两舌的恶念，向他道友就宣说，这个菩萨的这个种种的罪过，乃至这个没有的说成有，进行诽谤，就是挑拨离间，破坏彼此的和合，所以说这叫无恶不造啊。戒要戒呢，其实破坏和合，实际对一切众生的和合都不能进行这种挑拨离间啊，都不能破坏众生的这种和合，那两舌。在这里呢，尤其指出这个对于持戒比丘啊，乃至菩萨啊，行菩萨道这些菩萨而言啊，对于善人，对于一般人都不能破坏他的和两舌斗垢，何况对于这个行菩萨道的善人啊，那罪过就更重了啊。核心戒意啊，菩萨不得以两舌心向比丘菩萨宣说其道友的罪过。否则犯轻过罪，不能向比丘或者菩萨这些行菩萨道的人来宣说他的这个亲厚的道友他的罪过啊，这样就起一种两舌的这种作用啊，这样犯轻过罪。分别解释一下啊，恶心啊，嗔恨这个人，对这个人呢有嗔恨心啊，这个想让他们之间争斗啊，嫉妒他嫌善啊，说他的恶行呢，也是让这个妨碍他啊，不想就是心生嫉妒之心呢，要妨碍他的道业啊，这是恶心。持戒比丘啊，这是例举啊，举例啊，并不是只是比丘不可以斗垢，只要是菩萨乃至只要是一切众生都不可以去挑拨斗垢啊。手捉香炉，这是这个行菩萨道的比丘啊，手捉香炉，这是供佛呀。这个了举他的一个善行而已啊，只举例子，举一个善行啊。例斗垢两头，这是构造彼此两头彼此的这个争端，这是斗垢啊，让彼此呢升起这个争端。所以在这条戒呢，即使你说实话，你说张三他的如何如何不好，你即使说的是真实的语都会犯，何况是这个诽谤的语言啊。这是性遮两业啊，六缘成罪，有六个缘条件成为这个罪过。第一是众生，第二众生想，众生呢一切众生，你所说的是众生啊，他一切众生你都不能这个斗勾挑拨离间啊。众生想，你也知道他是这个众生啊。这里边呢进行分别一下，如果是持戒和不持戒进行分别，如果你所诽谤的这个挑拨离间的这个人呢，他是持戒的，你也认为他是持戒的啊，比丘戒或菩萨戒，这样呢，你这个或是持戒想，乃至你心里怀疑他是持戒的呢，还是是受菩萨戒的，还是不受菩萨戒的，是比丘呢，还不是比丘呢，心生怀疑啊，犹疑不定啊，但是有这两种想法。只要是这个心里有这种两种想法，你去诽谤他，你去挑拨离间，那就犯重垢罪啊。所以先看看对境有没有受菩萨戒啊，这个看看这个。第二
这个持戒持戒想，如果持戒不持戒想，虽然对方是受了菩萨戒乃至比丘戒啊，但是你心里并没有认为，你心里认为他是不持戒的，没受戒的啊，所以呢，这个就犯轻垢罪。如果不持戒啊，他本身是没有受戒的，你也心里也是认为他没有受戒啊，乃至这个心里犹疑，那犯轻垢罪。如果不持戒啊，本身他是没有受戒，但是你心里呢也是心里认为他是持戒的，这个还是轻垢罪，稍重而已啊，轻垢罪。这是众生，众生想。第三是两舌心，两舌心呢就是说啊，拨弄是非，制造矛盾啊，有这个动机，我说这话就是为了制造矛盾，有这个动机。第四说过啊，这个像张三说李四的过失，不论说的是真是假啊，你只要以两舌心来说啊，那就犯。所向人啊，所向的人，这个如果向无戒的人来宣说比丘的罪过，向没有受比丘戒的人说受比丘的人的受比丘戒的这个罪过，如果说向没有受菩萨戒的人说受菩萨戒的人的这个罪过，这个属于重罪了，这属于不属于轻过罪了啊，这个属于说思重过的这个重罪，不论说的是真是假，那说重罪。如果像泛泛的像同道啊，都是菩萨，或者都是比丘，或是都是一般的五戒啊，这些同道啊，也不是他的亲友，那这样去说呢，属于第十三诽谤戒所设。那这条戒呢，主要是指这个以斗垢为念，就是以挑拨离间为动机啊，向彼此关系亲厚的人来宣说。啊，这是挑拨离间，他就彼此关系一般，没有什么关系，那你挑拨离间那就没有必要了啊。所以说，不论说的是真是假，都犯，这是以挑拨离间两舌心为动机。所以我们几条相近的戒律呢，我们进行一下对比啊，分辨啊。如果说某甲的罪过啊，只是说罪过啊，非同法说啊，这个非是同法的说啊，以一切恶心来说，比如像未受大戒的人说受大戒的人罪过，不论是你这两者是不是亲厚关系，你以羡慕心损害心来说他的罪过，这都犯重戒啊。像未受大戒的人啊说受大戒的人罪过，这属于重戒所设。如果同法之内，如果你羡慕心来说，陷害心来说，那就是啊。那么如果无论是不是亲厚关系，你以羡慕心来说啊，所说的是真事啊，是实话啊，真有这个罪过啊，属于第六重罪所设，也属于轻垢罪。如果像同法人不论是亲厚，以羡慕心来说，说的是假的，明知是假话，那属于诽谤了，诽谤属于诽谤戒所设。这是羡慕心。如果是以两舌心来说啊，在同法当中呢，以这个面对这个亲厚关系的众生，你以两舌心来说罪，不论说的是真是假，都是两舌戒所设。这是几条戒进行一下对比啊。这是说罪过，除了说罪过呢，还有一些两舌呀，也不一定就说罪过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像张三和李四关系不错。啊，你像张三，你像这个李四说，张三呢，他做了很多孝素啊，这个很好啊，都送人了，他有没有给你送很多呀？啊，实际上他一点没送啊，这就是挑拨离间啊，这也是一个不一定是有什么罪过啊。第六呢，就前人灵解啊，这个对方。听你挑拨的这个对方啊，他听明白了你在说什么了啊。这个对方听到你的这个挑拨的话之后呢，不一定马上心生烦恼，只要是听明白了啊，就犯，只要听明白就犯啊。而且是不是必须要两头来说，两舌呀两头来说，你就像某甲啊说了某乙的过失，只要以挑拨离间的心说，一说他的过失啊，一说就犯啊。这有开源
如果菩萨呢看到众生啊，这个为恶友啊，这个结交恶友，结交恶友呢还这关系不错啊，不能舍离。这菩萨心里想啊，心里起慈悲心、怜悯心，想让他和他恶友分离。于是呢，说一些挑拨离间的话啊，最终呢让他这个和恶友远离啊。这个呢是可以开源啊，这是以慈悲心来说啊。总之，这个挑拨离间呢，宣说别人的这个过恶啊，出言就成两舌之罪啊。所以，比如说你是这个现在也常常这个看居士，有时候看某乙居士和师父关系很好，某甲心生嫉妒啊，心生嫉妒就在师父面前打小报告，说那个居士如何如何这个不好，如何如何啊，这个犯了什么对你不好，有什么什么毛病习气。说着说着，师父对他疏远了，远离了，这都是嫉妒之心在作怪，都属于两舌之罪。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以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南无阿弥陀佛。